大家好，我是黄飞燕，我来自于台北华江高中。我个性幽默风趣，然后喜欢与人相处。我的休闲活动是看 NBA， 然后看台湾职篮 ，Justy 跟 T1。除此之外，我平常还会打篮球，还有健身。对，然后我的休闲，我的兴趣是看电影。对电影，就是我比较喜欢看动作片，然后音乐的话比较喜欢听老师。最后美食的部分就是都很喜欢吃这样子，对，我有时候很无聊的时候会兼职 YouTuber， 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拍影片。对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去查我 YouTube 账号频道，叫做 Swaggy， 大写 S， 然后小写 WAG， 然后空格大写 Y， 小写 EN。我对大学的期许是希望自己可以变独立，是跳脱舒适圈，然后挑战自己，就是做一些之前没做的事，对，然后最后体验人生，然后我给自己一个目标，就是进入大学后，希望可以把四星酒店美食全部吃过一遍，对，然后以上谢谢大家聆听和做介绍。喜欢我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这个影片，然后追踪我的 IG 跟 FB。